注意下犬式的时候啊，手掌尽量张得很大，让你的中指朝前，一般人会建议你中指朝前，两只手的距离差不多肩膀的宽度就好了，不要太宽，如果肩膀真的很紧的话，可以开大一点点，停在这里，然后让你的肩膀不要耸肩，不要夹耳朵，让肩膀宽宽大大的，远离耳朵，手好稳定往下推，不要浮起来。下犬式很辛苦的同学，膝盖弯一样，让你的手推，屁股推往后方推远，这个手有一个往前往下推好的力量，肩膀一样宽宽大大的，不要让肩膀夹到耳朵。